好的才让猪拱了，啥意思啊？就是形容两个人的长相不般配呗，比如我和你爸。那你和我爸谁是猪谁是白菜啊？当然我是白菜了。那你可要好好谢谢我爸了。啥意思啊？好白菜埋在地里没人吃，那不就落下地里了吗？晚上不要跟我老公睡觉了啊，你都多大了自己睡去啊。你都多大了还跟我爸睡呢，丢不丢人？你要知道我是他老婆，你凭啥呀？你别笑。你凭啥呀？我是他的小娘，他爱我呀。你要搞清楚了，没有我哪来的你呀？你也要搞清楚了，没有我你老公早就跑了。哎呦我的妈。你老师刚才给我打电话叫我刘省长，说周末过来拜访我。哎，你跟老师说的我是省长吗？我们老师今天问我你是干啥的，我就跟老师说你是省长。我是哪门的省长呀，都让你给我整懵了。叮叮叮，你平时不给我买玩具也不给我买零食，能省则省。我爸又说你是咱家的甩手掌柜的，合起来不就是省长。哎呦我的妈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要跟你爸离婚。你说这话之前先掂量一下你自己几斤几两。啥意思啊？你就说如果离婚了你跟谁。俗话说得好，跟着苍蝇找厕所，跟着蜜蜂找花朵，跟着富豪学赚钱，跟着乞丐学要饭。那跟着我呢？跟着你呀、啊，我只能当个保姆，一天天啥也不会干，饭也不会做，还想着离婚。你什么你啊？赶紧出去好好反思一下，我这一天天的操碎了心。爸，我爸呢？在卧室呢。哎，回来。你怎么一回来就找你爸？不能找我吗？来，我给你还原一下。妈，我饿，找你爸去。妈，我真的题不会，找你爸去。妈，我手烂了，找你爸去。你说我有问题不找厂家，我找你这个中间商有啥用？哎呦我的妈！抖音。